哥，借我点钱。不借。那你钱留着干嘛？留着买床。把你电脑卖了不就有钱了吗？电脑坏了，卖不出去。别看了，我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，你走吧。这车最多只能卖20000块钱了。干嘛？我发现你的车还可以卖钱。把你车卖了就有钱借我了。那你把我也卖了吧，给你脸了。请问这里是不是什么狗都收？是的，只要是狗我们都收。我这里有只单身狗。你借钱给我的话，我就讲这只给你吃。你看，谁稀罕你那破鸡啊？有本事你去宰偷牛再过来找我，就这样。你干嘛？宰牛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钱要留着买空调，都开好几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选了。现在买空调，你可以说美的美家系列的机皇低腰杠腰啊，大风量速冷暖，清凉不用等，超高冷媒环技术，不惧60度室外高温，制冷效果超给力，还带 B 离子云，无病毒科技，健康冷暖更安心，全国门店都可购买，还送货到家，最近还有旺季福利送，健康空调选美家，赶紧去美的的门店看看吧。不对，你借钱干嘛？我要买花送给喜欢的人。借多少？我要800。一束花顶多不就100块钱，你要借800，你当我傻呀？因为我有8个喜欢的人。滚！叫你滚！你听，我介绍4个给你。老板，给我来4束漂亮一点的花。哥，那我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醉了，小河边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。昨晚上酒吧花了多少钱？2万。你哪里来的钱？谁能拥有像你，像我哭和笑都懂得，再触摸。